聪，你同你男朋友真系好 sweet 啊！你睇下，哇！买头版嗰阵时仲要示爱，我终于茫茫人海中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，得志，不得，慕名，下款到one，我睇假明星啦。喂，娱乐版都有你啊，心怡呢啲几红啊！假明星喺商场嘅户外大型幕度落咗广告啊，话要唱情歌俾佢嘅女神听，我哋一齐睇睇啊！ 我想将以下呢一首歌送俾天才联盟补习社嘅心如，希望你可以感受到我对你嘅爱。够啦，咩都唔想睇，咩都唔想听啊！你究竟同佢讲咗啲咩啊？我就系话，心如中意男仔直接啲啊，大胆啲啊，同埋肉麻啲嘅。仲有，仲有女仔，后不对心，如果佢俾人拒绝嘅话，就千祈唔好放弃。 喂，中咗你咁搞错啊！你心如，沉日一定系我太唐突，相信你只系一时未能够接受我。今日我已经准备好晒铺天盖地嘅前奏，相信你今日一定会接受我做我女朋友啊！要算啦，好啦，直接撵佢出去。不如你起翻身先讲啊！ 你唔做我女朋友，我唔起身。咁，我直接啲啦。我系唔会接受你噶，就算你跪到天黑，我都唔会改变我主意噶。唔做男女朋友，做朋友咯。多谢你咁欣赏我，但系避免误会，我谂冇啦。George， 帮紧你，你话咁样一定追到心如嘅。感情嘅冇得勉强嘅，嚟啊吓，同你讲拜拜。心如啊，心如。 真系好似有声喎，应该冇问题噶啦，有咩事 call 我哋。好，唔该晒 ，thank you。其实你哋真系唔使急住退学噶，商场已经揾咗 Miss 专家捉晒啲老鼠，我哋都用咗消毒药水清洁个地方，而家周围都好干净噶。 头先单嘢有人拍咗片摆埋上网啊，我仲要亲眼见住咁多老鼠周围走，住只只都有肥又大，我仲点解喺度继续上堂啊？今次系个别事件嚟嘅啫，如果你哋继续上堂，我俾你哋学费八折。哇，好抵啊！谂翻张包先啦。突然间有鼠疫点算？喂喂喂，冇啦喂。咩？点解无啦啦会有老鼠噶？ 新叔头先我哋查过啦，怀疑琴晚咧有人偷偷地留意入嚟追啲老鼠放上天花板嘅。唔怪之得啦，咁快有人拍咗片仲摆埋上网，实系有人预先计划好。边个咁想你哋执笠咧？前排落广告高调追对头补习社老师嘅假明星，原来系渣男嚟噶。我哋收到消息，原来佢见一个爱一个，仲令到个女事主都好痛苦啊。我以前系假明星屋企嘅工人。 照顾佢系个任职，点知一日佢忽然向我示爱，帮我帮佢煮饭，仲要洗抹地裤，话我一定好中意佢。咁之后点咧？有永啊，我去菲律宾有老公，我拒绝佢，佢仲骚扰我，我怕咗佢咪辞职我。假明星啊，听讲咧你都唔中意人噶，有人话你一年心几百次喎，系咪真噶？你根本系个渣男，见一个爱一个啊！你今年中意过几个人啊？ 呀乜东西啊！哎呀，你乜都唔会应啊！唔好再答问啦。大小姐，你暴咗俾啲传媒噶。竟然够胆得罪我！而家假明星已经被封为娱乐圈痴汉。咩叫娱乐圈痴汉？即系成个娱乐圈里边最痴情同埋最痴线嘅傻佬。佢哋两子弟而家惊得滞，出咗浮鼻嗰班传媒，连间补习社都要接弊。喺新威龙广场搞搞震，抵佢哋死！大小姐英明。 得罪我农历年系唔会有好结果嘅。Of course， 记住啦。你只猪手俾关彼得食咗啦！佢同我讲，我系你嘅男人，有权享用你嘅一切啊嘛！啊，你真系天生贱格嘅，用系我男朋友嘅名义周围揾着数。你影衰晒我哋啲男人，我打生我啊！我惊乜嘢啊？